准备四大锅滚烫热油，把烘吧很豪迈丢下锅，油炸到外皮酥脆，再快速夹起来。这样的场景一定不陌生，办桌流水席总是能看到中破塞大阵仗备料。但受到疫情影响，尾牙办桌大缩水，高雄内门中破塞转个弯，开始推网络年菜宅配外带。为啥个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以前你拢有上千桌以上。拢有一个年底拢有上千桌，啊，今年已经缩减落来到剩只一两百块多。办桌最受南部人欢迎，也是中破塞秋肉菜，就属这个笋干红吧。每天准备上千台斤的台湾猪肉，再用热水煮熟，接着再用卤汁卤过，美味红吧一天宅配超过500份。另外，过年必吃的鸡肉，取吉利的谐音，中破塞招牌菜干烧凤梨梅鸡，以及乌骨虫草鸡汤，宅配数量也很惊人。网购宅配加差不多30%以上的销售量，今年量比去年double 个 double。因为怕疫情啊，不敢出来吃那个餐厅吃啊。高雄内门过去因为中破塞密集度是全国之冠，又有着中破塞故乡美名，但尾牙婚丧喜庆受到影响，担心群聚取消，中破塞在自家门口现煮现卖，也开始推年菜宅配，找寻新商机。三群图永全红树珠高雄报道。